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是我的事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医疗级智能手环监测的原理是通过适配各种传感器而实现，传感器通过判断人类各时间段的变化得到的基础数据，结合用户之前输入的个人人体体征的基本信息，在这上面都可以显示，最后再用走吧，我们去我电脑那看。这里加个数据图表会不会更直观一些啊？我觉得横间距可以再调大一点。嗯，这里吗？对，可以试一下。都忙呢，有事吗？借一下打印机，我们那边刚好没墨了。合着你们资金都用来印名片了呀？谁还没个突发状况？借一下嘛，都是朋友。用吧。谢了。确定？嗯。试试吧。我觉得夜间模式挺好的。这我平常也会用到。嗯。这个耐力分数，正常用户应该用不到，我觉得。可以先去一下。谢了啊。这是针对运动员的。对，一般人用不到这个。我们去那儿试一下。这样也可以分一个专业版。会不会太复杂？13号，准备一下，你们下一个进场。好的，老师。好的，老师。完了，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刚路过会议室，听到沈梦与他们组的路演，他们的方案简直跟我们一模一样。我就知道，他们天天去我们工作室，就是别有用心。祝你们好运，好好表现，季军星。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行啊，那就等着看。现在怎么办啊？只能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了。没事吧？嗯，吃呢。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该吃饭吃饭。嗯，哟，这么巧，这一个个怎么都丧着脸？不会是刚刚没有发挥好吧？浩，听说在会议室里讲了10多分钟，哎，出来了。我们讲多久关你们屁事啊？哎，别生气嘛，都是朋友，问候一下。学长，你为什么要抄袭？哎，学妹，抄袭这个词你可不能乱用。那智能手环本来就大同小异，这撞了不很正常？不是抄袭，你们临近决赛才把运动手环改成医疗手环啊？几天改一个方案，难吗？不能因为你们做不到，你就给我扣帽子吧。这是你们几天能做出来的？你这样的奇才，到现在还在给我们争创投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在这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只有输赢才最重要。你要知道，赢才光明正大，输的才是冒牌货。你们抄袭有理了是吧？你推谁呢？干嘛呢？伤了和气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好像是季军行主创吧。人家吃肉呢，你们一个个干嘛呢？跳的比谁都高。
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是我的事，是吧？啊！不要吵死！不要吵死！不要吵死！继续行。动手打人，就这么输不起？你真觉得我这一年多做出来的东西，你两三天就能抄完吗？没有证据，不要一口口抄袭。这次看在曾经是邻居的份上，放你吧。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要证据是吗？要证据我们给你。